叫你跟伯伯的车回来了啊，下午没有空去接你，跟曾江泽爸爸回来好不好？今天榨茶油，一个小牛牛吵得我早上都不得不叫。不坐车啦，走，我们去江口。阿婆的茶油榨多了，我们去拉回来。这里我看一个大鳌，有公鸡，还有都是公鸡，还有鸡蛋。快点上车。有鸡蛋，有公鸡。今天拿了两个快递，这个是我给圆圆买的，跟优姑那个地球一样的，带有学习功能的。这个是妹妹选的摩托车，妹妹的生日准备要到了，因为她的生日在放假后，听说放假可能她要在外婆那边过，所以提前给她了。先来拆看看，哟，这个还得组装一下。有一天晚上在商店那里，就妹妹说，在抖音上看到人家小孩子过年，小女孩有这个摩托车坐，然后我就在手机找了一下，她就说她要这一款，不知道适不适合她这么大的小孩，她坚持要这个，那我就给她当做生日礼物送了。本来是想等她生日那天再给的，但是她可能不在这里过生日，所以就提前给她了。这个地球仪呢，就当是给圆圆的生日礼物吧，上次他生日我就打了红包，没有给买礼物嘛。这个也很多功能可以学习的，所以这个适合圆圆，这也是他自己选的礼物，他说他也想要一个地球仪。宝马，准备装好才发现裂了，有破损了，这里还有后面那里。难怪这快递箱那么烂，卖家要送一辆过来，这一家不用寄回去了，可以丢给优姑回回玩，买一送一，买一送一还是挺值得的，还包邮，我以为这家烂了还要寄回去，卖家说不用寄，直接补发一辆来，搞定了。这家烂车先丢给优姑他们玩吧，等他补发一辆新车再给妹妹。这个是给圆圆的，好，现在拿下去给他们。这个是什么？你不看那个，你看我这个干嘛？这个是，这个是你哥，你哥呢？你哥不是放假了咯？我哥去表婶家。哈？我哥去表婶家。去表婶家了？什么时候去的？刚才呀、啊，刚才呀、啊，快点打开！这个先不给你扔，这家是烂的，他快递发过来的时候他弄烂了，你看见没？这里是裂的，这里是裂的，烂了。他说等一下再发一架新的给你，好不好？这家先给弟弟，好不好？等那架新的回来，我再给那架新的给你，好不好？给这家，这个送给弟弟啊，这个烂的给俊俊辉辉先玩先吧。我想上去坐。那这个给你。你坐这个。阿杰姑，我想这里。啊，你坐一下看。好拉风哦，是不是？来，你上去，你看看你会不会拐弯吗？要踩那里呀、啊！骑进院子里面来，快点。这个车，对，到院子里面去骑，不要在外面骑。充电呢？那你怎么充电？我有充电啊，在家里。这妹妹自己选的，这架车是坏的，厂家到时候再补发一架新的。多等一架。不用，他说不用退。那个车头那里很多地方裂了，但是他还是能坐。这厂家还挺好的，我还以为要寄这个回去呢。阿姐姑，我那件什么时候到？你那件、啊、再过几天。反正你放假前应该都可以到的。再等一下。还有两年就放假。
没有那么快。快点，拿你的来充电。拿，我说乐乐哥拿乐乐哥，他乐乐哥也有一架。这架你跟灰灰玩了啊、哦？给弟弟骑一下看看。看，弟弟还没骑过呢，给弟弟骑一下看看。我叫你们骑到院子里面去，到里面院子里面去。我想要骑红色的，我要骑红色的。骑什么红色的？红色的是乐乐哥的。哟，好帅气哟！哟，好拉风哦。我也有红色的。哎呦，好帅气！要踩呀、啊，要踩这里才走啊！要踩这里才走。踩呀、啊！我看你好猛啊！你不要开这么猛啊！你太猛了，你都不会拐弯。进院子里面去，快点骑到院子里面去，不要在路上骑，等一下有车。轮流来吗？我不想下车了。快点去拿你那架来充电，快点乐乐，不够骑了。给姐姐哥哥骑一下了。这个你好霸道的不？人家都轮流玩，就你不轮流不？上车就不想下了。你都不会拐弯呢。来下来轮流了下来人家轮流来呀要轮流来的呀你不能一个人霸着呀你看人家都是轮流的哦要轮流来的姐姐骑一圈过来然后就到弟弟了啊骑过来呀你要骑过来呀从这里过去再过来然后就换一个人娟娟你去哪你不骑啦一个生气玩到一个能坐两个吗不能应该可以的趴开脚啊你的脚不要去碰轮子霸王姐姐老是去滚水的你们哥哥姐姐都打你不？不用推了，不用推了，给他自己踩，不要推他。太强了，到我吧。你开音乐，哎呦，你衣服后面怎么那么脏？你去碰哪里啊？你看你去擦阿伯的车啊。那我的火车啊啊！不吃饭不给坐。我吃饭。嗯，等下哥哥吃完，我给哥哥坐，不跟你坐。我坐我的吗？给你坐摩托哦。你吃不吃？等下哥哥吃饱，我就让你下来，给小航航坐哦。不给灰灰坐哦。他不吃饭，不给他。他不乖的。等哥哥吃饱，你再挨下来。